我听你在干嘛？有点累，徐真真。他怎样？开始我节奏有点乱，开始我的脑袋变得有点乱。可是你不是比较会模仿 PG One 吗？哦，对啊 ，PG One 要模。哈哈哈！身份证，虾皮300块，人人都可以成为饶舌歌手。快点啦！我猜一下 PG One 的那个，他会就是像宪哥一样左右走。嘿嘿嘿，见鬼啦！然后 PG One 就是一直破音。念了就这样子，合起来，念了就真的有毒，再念了全部认输，在外面成满了湖，嘿，再把你身份证出见鬼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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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出手出出场面，好累啊！表演欲，你也会表演欲被开启，先拍拍上去，先。啊，回来！还没。好，为什么要先偏上去啊？好老派啊！他该不会就是要偏回来的时候就变成盖吧？需要偏回来吗？随便我，没差。不要扔冰。好像。嘴巴先讲，讲话都讲。讲话都讲。好像爷们的嘴。对，不要扔冰，这孩子有点狂妄，腰弯腰一直动。嗯。饭后面下下上上。饭后面下下上上，你居然有口诀？五六七八，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北走到黑。最重要的，得要红灯。这是干嘛？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北走到黑。我要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刚是用脑充血的方式吗？刚才总是唱歌，真的血管随时会爆掉。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北走到黑。我要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